先坐下，下面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盖冬雨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录一个默契大考验，然后嘉宾是老盖还有小陈。陈秀琪最讨厌的季节是3、2、1，夏天。谁可能会讨厌夏天？我讨厌夏天。我最讨厌冬天。陈秀琪最喜欢看的一本书，3、2、1，不看书。Yeah， 我不爱看书，对不起。陈秀琪最喜欢什么运动？3、2、1，跑步。耶！陈秀琪最讨厌的科目？3、2、1。没有啊，就这学期的课，这学期的课，这学期的课。3、2、1，靠物理。嗯，我靠三考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讨厌？好，你们俩第一次一起吃饭是在哪儿？啊，3、2、1，食堂。食堂为什么要笑？陈荣琪最喜欢说什么？口头禅。好多啊！好，我已经想好了。3、2、1，你好烦。我最爱说是你好烦。你陈秀琪和盖冬雨的共同爱好是什么？我们俩有共同爱好吗？知道了。三好吗？好。3、2、1，喜欢男人。把家里。把家里弄乱。我为什么把家里弄乱？先换盖冬雨。好。盖冬雨最害怕什么动物？哼。3、2、1，蜘蛛。蜘蛛。盖冬雨不吃什么？3、2、1，姜。我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就是太简单了，不行。盖冬雨，自己觉得，还陈秀琪觉得，盖冬雨身上哪个地方最好看？你忘了我上次？3、2、1，眉毛。你觉得我眉毛好看啊？别的也说不出，别的也说不出。再说，大点声。别的也说不出来了。盖冬雨和陈秀琪吵过架吗？什么时候？都在吵架。哪一种算吵架？就是闹别扭。嗯，我想一下。3、2、1，吵。哈哈哈哈哈！就闹别扭，对，闹别扭。就我们两个就能看着对方都在赌气的闹别扭，肯定有，我能特别的感受到。为什么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记得挺深的，是有一次是上学期，就是没有搬进来之前。对不起，我太大。有一次那个学校252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是同样一道题，然后有争执，然后呢，就有一点点就是，就我觉得我的方法对，你觉得你的方法对，然后呢，当时你没做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然后你就一点不想听，就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出来很对，然后就你做你的，然后我再给你讲。大概我完全不记得，因为我那次我第一次觉得说，老盖其实会因为就是学习，我跟我生气，这是我感受到。好，盖冬雨想在几岁结婚？3、2、1，28。我不知道。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陈秀琪想在几岁结婚？就20岁之前吧。好，3、2、1，25之后。25之后嘛。我在26岁之前结婚，但是我现在却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。没有男朋友，没关系，不着急，这种东西急不得呀。换吗？换。谁？所以我们算默契，所以我们算90%默契。其实我们两个真的已经算很默契了。我们昨天玩过一次牙膏的问题，室友啊，毕竟。如果最后测出来我是跟两位最不默契的，你们会不会把我踢出小团体？天哪！Oh my god！ 那我要非常斟酌的回答你们。对，好，那下一个我跟陈若月，我这个大咖大家都认识。下面好，我是陈若月，我是陈又琪的亲密爱人。亲密爱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老干，你那个肯定会被我放大。你没有表情，一定会被我放大。对，下面我们要进行我跟陈若月小姐的默契大考验。你先介绍着。陈又琪最害怕什么小动物？3、2、1，虫子。下一题。Oh my god！ 然后，陈又琪一般有心事的时候会跟谁讲？朋友或者家人？3、2、1 ，Wendy。
对不起，对，温迪也算是，我想的也是温迪。对，秋吉喜欢看动漫吗？三二一，不喜欢，这也太简单了。啊，秋吉会什么乐器？三二，哎，从经会点算是吗？是，三二一，钢琴。他哪会钢琴？我一直特别想学钢琴，我不会小提琴啊，学了大概一年两年。秋吉最想去的城市是哪里？三二一，成都。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我不是最近梦想就成都吗？你这个人变态，逛的就是逛，能能逛街。成都的朋友他说你们那儿不大。是没有我他是这么说的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他如果敢剪掉，我悄悄地发到我的账号上。没有，成都特别好，我去过成都，巨喜欢成都，是真的。他在往回圆。没我没有，我认真的说我很喜欢。 OK， 继续下一个问题。干嘛呀，好好说话。下一题，陈秋琪现在有喜欢的异性吗？三二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摇头，我在摇头。哎动，陈秋琪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是干什么？除了闭眼睛。三二一，上床。刷手机啊，刷手机，刷手机。你还没问陈秋琪去找陈若月的那一天是几号？去云南找陈若月那一天是几号？三，等会儿你别笑，我先想一下。你能说是几月吗？其实我连几月我都不记得。说几月也，几月是太简单了。能说几月太简单了。但是我不记得几月。六月。七月。因为咱们在北京。七月二十八左右，就是大概。七月二十七，哦妈，你差一点，七，我是七月二十八，你看看我，好，我跟陈秋琪第一次见面是在哪？三二一，健身房。装逼，我说对，他怎么办？我没有带皮鞋，就还挺。但当时我觉得他还挺漂亮的，我有这个想法。我一开始也觉得陈瑞挺，这是一开始。一开始。我这边写一个扣呢。是。我一边写个扣。胸围是多少？三二一，近十八斤，十八斤有点熟，十八斤。说他俩在这儿，十八斤，他好问我都。不是不是，你问的你放不进去，你这是放传下去。最奇怪的颜色是什么？三二一，绿色。现在银行账户有多少钱？三二一，5-50。厉害吗？对的，我的 Chase 卡已经只有5-50。我现在每一笔花销都得刷我妈的卡，我妈的24小时监控我在干什么。笑死我了。盖冬雨洗脸每天都用洗面奶吗？三二一，用。废话。与手机上网最爱干什么？刷抖音。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，你自己知道。Frozen。Let it go, let it go, can't hold you back anymore。
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同时看到我 ？Let it go, let it go, 正如 we are slow。就最喜欢吃哪一款计时产品？就计时产品。啊、OK。计时什么？对，三二一。螺蛳粉。对，我想说螺蛳粉的本来。哦，我也喜欢吃螺蛳粉，螺蛳粉、火鸡面我都喜欢吃。算过。毕业以后想在哪儿定居？三二一。杭州。对了一个字。不是，陈若月喜欢怎么睡？你折腾到杭州。啊、你不直躺吗？我没有直躺、啊。你每次跟我睡觉的时候都这么躺着吗？不是我怕你亲上你。不是我怕你亲上你。最喜欢除了火鸡面以外，最喜欢吃的即食产品。三二一，鱼油面皮。我本来想的朋友面，我最开始想的朋友面，然后来想鱼面包菜。鱼面包菜你喜不喜欢？一般。不，我大一的时候，幸好我没说。他买了十包鱼尾毛菜搁家里，他跟我讲他不喜欢。十盒。嗯，我之前是成箱成箱的。对，我本来想是光凉，光油，光凉。我原本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收。现在不是一个静止画面，我们在录视频。陈若月最喜欢吃的一款零食，不知道。三二一，乐事原味。我想的也是乐事原味。哦，我也想，对，我喜欢吃乐事原味。你爱吃什么？他不知道你爱吃什么。Yes， 我爱吃。朋友们，我爱吃乐事原味。想追我的男孩子，想追我的男孩子。我爱吃乐事原味。继续，陈若月。想谈恋爱吗？三二一，不想耶！今天的默契大考核大概就到这儿结束了，谢谢我们两位嘉宾。所以我们算有默契的吗？哎、算吧，哎、嗯，算吧，虽然很勉强，但是算不勉强，勉强，毕竟就是天天住在一起。来，周杰，我太奶奶叫什么名字？我太奶奶叫什么名字？我们今天聊天也聊我们家太太，我们家下一只狗要叫什么名字？三二一，豆花。Yes， 够有默契，够有默契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那我们下次见，希望你们还喜欢这次视频哦，一定要喜欢哦，给我面子。拜拜，带上高速，拜拜。好。给你看我今天的耳钉，是一个新的。看我今天耳钉，陈若月的。该成月了吧？我都不知道我问了几道题。没事，再来两道。我觉得问陈友题特别好玩。为啥呢？不知道。陈若月跟陈友题。陈若月这么简单。好烦啊！我怎么那么恶心？干嘛呢？把那个嗯给剪了。把那个嗯给剪了。我们俩刚刚你就把那个嗯剪了。问你的错。我问你，这时候你都会被 Q 到。问你 Q 你。看我的视频。对，到时候会问你是几分几秒，陈若月说了 Wendy， 都好看，就是最好看的就眉毛比较突出。我想来吹动一下你的。小盖小陈吃播时间到。老盖想谈恋爱吗？三二一，一点点。老盖现在有喜欢的男生吗？三二一，嗯。老盖喜欢男生，在家住的吗？三二一，三。老盖喜欢男生在家住哪个地方啊？是 S。是，他喜欢男生姓什么呀？是姓张吗？是，叫什么呀？张。就是你看这儿，你不要看那儿，你看这儿，要不然的话他就是他就会你全是往上翻的，也就是你要看这儿。OK， 该成月了是吧？再来一个。I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I missed you, but I can't find the words to say.